蛇口王谷是南山区政府与蛇口工业区联手推出的一个融合高科技与文化产业的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产业基地，位于盐山路与南海大道之间，北起工业八路，南至工业四路，产业用地超过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接近50万平方米，约500家的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物联网等企业进驻，实现年总产值300多亿，成为高端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先行示范区。蛇口王谷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和科技服务三大核心产业，在抢占产业先机、发展高点的基础上，运用互联网思维，将蛇口王谷打造成南方互联网企业总部办公首选地、粤港互联网领域合作交流承接地、互联网前沿技术创新孵化承载地和国际高端互联网产业要素汇集地。高端产业生态体系正在蛇口加速形成，商务氛围明显提升，致力于蛇口地区城市功能的提升与完善，蛇口工业区在产业发展、配套建设、环境建设、人文建设四个方面做出体现，让国际化特质更加突出。蛇口王谷蕴含四大特色，政企合作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实现双方共赢，产融结合，产业金融业相互联系协作，提高竞争优势，产城融合，产业城市促进一体化建设，持续向上发展，智慧服务，互联网加新模式，全方位增值服务，协同企业壮大。作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代表，成效在产业形态得到质的升级，创新成果跨越式增长，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人才层次明显提高，单位面积产值大幅度提升，节能低碳效果明显。2015年，蛇口王谷经商务部审核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成为高端活力湾区的支撑板块和居业均衡的核心区域。蛇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市场经济的策源地，最早引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原则，孕育了现代企业家精神，孵化了一大批著名企业，产生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蛇口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在这边生活会感觉到你好像回到了国外。我们前面有中心公园，有很多的这种国际学校，绿树成荫，小桥流水，外国的小资情调，这些环境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海上世界这个项目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门户项目，因为它就坐落在一个交通枢纽上，从各个方向呢直达到这个项目都是非常便利的。我觉得它会更加的安静，因为借助于蛇口的这个南山呢，然后港口啊，还有蛇口自己本身的一个打造。蛇口 already is a very very beautiful place, as well as very modern and international.
后我们的规划、我们的建设一直都是以宜居城市来打造的。有很多我们的客人来过我们公司之后呢，不考虑把他们的公司呢会迁到蛇口片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蛇口是真的做得非常棒。蛇口这个片区有很多大量的这个项目呢，已经是进行这个开发，甚至是投入使用，像太子大厦，还有未来这个太子湾，这些项目呢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前景呢也是让人呢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金蛇口的定位呢是一个国际创意滨海新城，所以我们相信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和它共同的发展。未来我相信蛇口一定是一个具有国际魅力的创新实干国际门户藏着精髓 One of the main districts of 深圳。蛇口未来的发展会远超乎你我的想象，我期待会有更多的小伙伴和我们一起共同见证新蛇口的未来。相信蛇口，相信未来。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场，到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36年来，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不仅开发和建设了蛇口11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负责了招商局在前海湾保税港区、光明科技园、青岛蓝湾王谷、厦门邮轮等重大项目的实施。同时在青岛、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等多个大中城市投资开发了40多个大型地产项目，累计开发面积超过1500万平方米，已成为中国最具实力与发展潜力的大型园区综合开发运营商。